Let's go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又想整我哥是不是？这下被我抓到了吧？哥，你让我的内心荡漾。张帅，你打你哥一巴掌就算了，你还打两巴掌？你听我解释干啊？一个字，绝。哎，别生气了，妈，请你喝酒。哎呦我的妈！假的，咱俩拿这去吓唬你哥玩呀？要去你自己去。季总，张德帅上班时间喝酒。你胡说，哥。这就是个空姐妹，你看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有水啊？张帅，你太过分了，喝酒不承认，还戏弄你哥。别吵了，算了，你就是个。哈，不是你就不能像我一样喝完了放手里，然后扔垃圾桶里吗？你说是不是啊，哥？太气人了，太气人！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这你都能演？是哥杀不可辱啊！帮我把这个瓜子仁送给张德帅。季总，你这是？毕竟他是我弟嘛。作为老板的贴身秘书，我准备大展出一靠老下他。怎么样？水煮鱼、猛龙过江、鸡蛋馅包子。你说我哥是傻子吗？于是我求助了老板的弟弟。可以啊，你这蟹黄都要溢出来了。那是，哥，吃螃蟹，这么美。然后我们就点了外卖。嗯，还有外卖啊，哥你咋不说？一个有点多加一天班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都是我加班。哎，别吵了，季总，快哄哄你哥。哥，我给你烤地瓜吃。嗯，对，烤地瓜真好吃。你慢点吃。我他妈都跟不上了，我都。来呀、啊！于是我提出饭后娱乐项目。打！我们走。哎，别单身狗哎！我是老板的贴身秘书，贴身到林俊霖。哎呀，今天我都要叫老板起床工作。Let's go。就这个 feel 倍儿爽，爽爽爽爽。他也很享受起床的过程，给老板做饭也是我的工作之一。记得你的午饭，凉拌土豆丝。你玩我呢？来，给你准备个斋菜牛排呢。那还不赶紧拿？哎！看得出来，他很认可我的工作。老板还有个酒量极差的弟弟，那你哥给你买的奶酪棒。那我要跟我哥一起吃。坏了，要出事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可是这画风也太奇怪了。危险！于是我决定趁机吓吓他们。季总，喝点蜂蜜水吧。有人 secure。我们俩走到学校了。哥，水别动了。眼花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这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看这是什么病？
个牛奶。别以为这样我就能帮你整五个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可能整五个呢？ Let's go。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。季总，你要牛奶。别搞别搞，准备有问题。哎，一定是这的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糊弄的拍。让我先看看吧。好戏开场了，这个脸怎么这么痒？季总，这张帅给你买的舒缓面膜。啊，哥，不是的。Later。面膜是很舒服啊。What？ 哈哈哈哈哈！脸。哈哈。张帅，一个字，绝。完了，你刚刚生气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打游戏泡脚？我乐意。先吃苹果。没有什么。完了，这是我哥的手机。那你快拿去修呀。修个屁，大胆的你不是。金总，你看这个帅的态度。不是哥，你们是在故宫见的面。现在还是我狡辩了，出去。我等着。来，请你吃香蕉。刚才是我做的不对。好了，香蕉给我吃一口。还不能吃个，我吃你回香蕉怎么了？给他给你个喝奶。你在做什么？有一种悲伤。哥，我错了，你下次我还敢。我是老板的贴身秘书，贴身到零距离。我要上厕所。作为秘书，就是要时刻跟随老板。季总，给你纸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一定是害羞了，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叫醒他。眼前的黑不是黑。你要干嘛？季总，给快擦擦。Let's go。哦，怎么了？给你水，快洗洗。你在做什么？显然他眼神也不太好。他有一个非常担心他的弟弟。他昨天往厕所跑，我担心他。季总，季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手机在坑里了。那你的嘴上是？啊，我刚吃的巧克力。你不根本从来不把厕所上纸蹲在马桶上酝酿。每天他都要见特别多的客户。爸爸，喝水。你说什么呢？爸爸，今晚下班后还去你家吗？不是王总，不是你家。都是成年人，我懂。当然，也有一些图谋不轨的女性客户。老公，我饿了。这个是我秘书，他跟你开了个玩笑。开玩笑？难道我跟肚里的宝宝也是玩笑吗？季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事儿先走了。你过分了吧，季总，你先看一下这个。好的，李总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尽办法接近他的。我刚才，他虽然是我的老板，但作为他的秘书，我应该保护好他。但是我不对，但是我决定了。可以啊，我这有一堆图钉，你把它吃了，我就原谅你。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，改变了我们模样。